哦，来来来来，一、二，先从简单的。嗯，哎呦，简单的，简单哦。哎呦，卡哇伊，可爱哦，可爱，卡哇伊呢？哎，卡哇伊，卡哇伊。嗯，哎呦，红多卡哇伊。哇塞，这个茶怎么喝得下去？哎呀，喝完茶他又这样子。哇 ，Oh my god。OK， 那呢？那呢？的是。OK。泰国是什么日语？来。哎呦。哦。你用一句话形容你的身材，出得了厅堂，进得了厨房。哇塞，上来有看到你进厨房，上得了那个啊？那请问一下，你最什么？你最满意自己是哪一部位？我觉得胸部、腰跟腿都很满意。哦，那就全部啦。对对对，好的，胸部，我最喜欢听人家讲胸部。我倒来看看您胸部的多厉害。嗯，你讲胸部去了。嗯，你怎么变大？胸部 ？OK。哦，有来了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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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前站一点。哎呦，胸部蛮厉害哦。麻烦你放一下那个三围尺。31、23、33。31什么？31，对，厉害哈。嗯，今天的穿着是要，是要玩拉拉链游戏吗？是，有点害羞。是。OK， 今天的衣着在表现自己哪一部分？就是刚好胸跟腰跟腿都有露到。哎呦，哇塞，三个都露到。正面很好看，不知道它的背面。来，我们可以转一圈给大家看。水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嗨，哇 ！Where the girl？ 跟军哥，跟旭哥是旧识的。哎，对哈，我们合作过。哎，有时候我们一起演过短剧。当时在演短剧的时候，知道他是31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知道了以后，这个整个情感是不是不一样的表现？对呀，没想到你那么厉害。合作我们是穿古装，你表演的尺度到哪？表演的尺度应该平面的话比基尼 ，OK， 是有拍摄过，是就是这样。对，动态的话我就比较不敢，因为怕穿帮。对，比较害羞。可是你们到日本去表演的时候，不是那个衣服都稍微要性感一点？可是就是比较青春活泼的，像这种比较夏天的感觉。哇，你们的夏天很夏天啊。对，我们夏天比较像水手服也有穿过。哎呦，我是水手服，我的天哪，无敌！你知道我以前是 captain， 你什么时候船长？是不是船长在那边？我是机长，机长。OK， 所以说。所以说，那再请教一下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喜欢壮壮的，然后幽默的男生。壮壮幽默，壮壮的，然后就是班姐，班姐，人家已经点了嘛，班姐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功夫。壮壮，你要不要摸摸看他胸部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很壮 ，OK 的。好壮。啊，腹肌，多硬啊！喜欢吗？来，我们马上摸班级二好了。班级二啊，硬哦，硬气功，硬。你什么硬气功？你都有奶了，你硬气功太多了。有奶？你看还没有啊。Sorry。对，他的脖子也很细哈。是。哎呦，很细哇，真的很细。哎，如果班杰真的追你，愿意给他机会吗？现在看别的方向。衣服。我们可以先当朋友。当然一定是。现在一定有男朋友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们有禁爱令。禁爱令。有禁爱令。禁爱令完了以后。
这么多的男人里面，你会选哪一个作为你敬爱丽之后第一个谈恋爱对象？我会选孙鹏大哥。哎呀，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其实，因为前几天我跟妈妈在看家里看电视，看《国光帮帮忙》，然后那时候你们也有请女艺人选说，要选三位主持人的哪一位？然后妈妈那时候就交代我说，如果你有机会上国光，你一定要选孙鹏。哦，那叫妈妈出来选。来，我们跟妈一起打招呼。妈妈，嗨，谢谢。那就打吧。不行啊，打不，妈妈都答应了。真的吗？妈妈说的好。OK， 好，那今天你要表演什么？绕口令啊，绕口令。哎呦，厉害哦！要静态的跟其他动态的。才艺，才艺。有天使脸孔、魔鬼身材的咪咪要带来日文的绕口令。先从简单的开始。嗨嗨。生米、生麦、生卵，这是最简单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生米、生麦、生鸡蛋。生米、生麦、生卵。接下来是中的。中的。嗯。隣の客はよく書き食う客だ。这个是旁边的客人是时常是很常吃柿子的那个客人。不是，旁边客人吃柿子关我们什么事？别的意义。我想说，我吃牛洞哦，来再来，再来。对，再来就是一个比较长的。あの子カタカナカケナカダナカナカナカタカタカナ。哎呦，好难哦。就是那个人不太那个人不会写片假名，感觉好像似乎很少见，因为日本的人都会写片假名。哦。对，所以这句比较难。你是真的假的还是乱讲？真的。啊，那看了恐龙当中皮亚卡达库多。来都皮亚都来了。来，因为我在日本就学一些这种，当然当然，因为到日本发展，一定要让这个口齿清晰。对, 對，那现在你在日本上节目，如果主持人访问你们，你们都可以回答。对，我们从一开始在日本就是全部都全日文，没有翻译，就是都自己这样子。那如果听不懂，就傻笑。傻笑也可以过，就是。那以后我们也去日本上节目，你讲完。元気ですか？元気です。最近はどうですか？这样也过一集了，可以可以啊，很想往听懂。对，赶出去吧，你是。谢谢你，来。謝謝